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哦，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吃零食的视频。这是一个从日本寄来的一个 subscribe 的一个包裹，叫 Tokyo Treat，就有点像我们经常每个月买的那种什么 Beauty Box 一样，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日本的零食，然后每个月会换。这是他们寄给我的，然后我就想说带着我儿子来一起来吃。以前他小时候我还给他买过什么日本的那种米饼什么的，就是为了就是邮寄到国外来，就是为了给他吃。打开，哇哦！看起来是不是很爽？然后我这个包裹是他们最大号的，我看了，他们是直接从那个日本直邮过来的，但是我没有被税，因为它上面的价格我不知道，应该就是应该是写的那个价格的问题。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这种小本，我本来以为只是个宣传手册，这个本子上写了满满的，就是这里面的零食都是什么什么，免得你吃了也不知道，或者说你吃了以后喜欢哪一个单独的种类想买。妈妈，哦，挂起来，妈妈懂了，到了，妈妈哎，来啦。宝贝，你好小哦，你好矮哟、哦，怎么办？来，妈妈给你这个。好气候。头发不用扎呀。这头发怎么回事啊？他们老师给扎的。你们老师不会扎？对呀、啊，我就是给他画的。对，你画了。来，我这里弄起来，我给你来。哦。吃零食了，好不好？你最喜欢的零食。哎，你的衬衣歪了。爸爸先给你拿着啊。哒哒，哒哒。哦，他不要吃，拿这个，这是什么？看看，哎，你不是不吃吗？你偷看妈妈的。这个是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小零食。换一个笔，是不是换一个笔？换个蓝色的，好不好？以后矮油都看不到你镜头。里面是这种样子的，好正常的零食哦。不吃吗？他不吃怎么办？这视频无法继续。不吃吗？可以。哒哒。哒哒，你画的真好。他现在也没兴趣吃的，我们换一个他比较兴趣吃的。这个我儿子喜欢吃。上次我有在泰国的视频里面讲过的那个薯条。妈妈要。巴基乌肉。这个呀。巴基。八七是啥？让妈妈帮你写是不是？妈妈帮你写1、2、3、4、5、6、7、8。妈妈还录视频呢，宝贝。一跟着写，写10个。然后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呀？爸爸吃一个这个巧克力的吧。吃一个。这一个呀。都给你。然后里面是泡泡的东西。妈妈不不想。泡泡要吹泡泡啊。对。小布布。看我儿子眼睛都直了没有？他喜欢吃这个，这种一条形的，这个叫 Pocky 吗？这是咸的。哎，这个很好吃哎！哎，这好好吃哦！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味道，不是甜的，有一点点咸，好好吃。这好好吃啊，仔仔。再吃一半吧。不画。画画，你画画吧。这个收起来，这个我自己吃。这太好吃了，这个不给他吃了。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红薯片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我有看它这上面介绍说这个是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出这一款零食，因为它只有冬天有，然后是什么35年了已经。我，妈妈爸爸阿姨，你不要坐在这了，妈妈，你不饿是不是？你要去爸爸那儿是吧？你走吧，你怎么下来呢？你怎么下来？对，对啊，还有什么凳子那下来？妈抱你吧。亲一口，哇，拿着吧，知道你要画画，要去画画是不是？画画。好，我们单独来吃吧，不理他了。他特别喜欢画画这件事情，只要一有画画就没办法。爸爸吃的。这个就自己留着吃了。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里面送的这个午后的红茶，这个我本来想冰了以后再拿上来喝的，但我又不想把这个盒子全部拆了以后有一种很好喝的感觉，就倒进去。这个杯子是这种，
至少去年圣诞节的星巴克的限量吧。嗯，九十，你还要吃这个啊？他还要吃这个，我给他换一个。妈妈给你换一个这个，这个也是刚刚那个小薯条，然后他这个是白巧克力的。这个要吃吗，宝贝？是。给爸爸，爸爸给你打开。我吃一个。来，这个妈妈。哇，好粗哦！ 你看。这好粗哦，他应该不喜欢吃粗的吧？啊，巧克力这么多，我不想把它喝完了，因为我想加在冰块里面喝。爸爸喝一口，怎么样？评价一下。薄荷味好重啊！对，它有一股很重的薄荷的那个味道。哎，人家写了嘛 ，mint。他在搞我的化妆水，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这是章鱼吗？然后我来看看。说明书，对，这是那种他们日本特有的那种海鲜的那种零食，就这种条状的，哎，打开就有股那种海的味道，看我儿子跳了吗？天啊，好吃，这个很脆很脆。爸爸，我们看里面是这种，一二三四五了，一，二，五，三，四，三，你不要吸引，你要跟着爸爸一起读三。还要吃一个呀？这个是巧克力的，少给他吃的。换别的那样子的零食。换个这个，这个好吃，这是章鱼的。他们学校有个表，每天都要写，就是拉没拉屎，吃没吃饭什么的。每次都给我写的，他吃完了所有东西，我深度的怀疑。我今天口红有没有很好看？超级喜欢的，是 Tom Ford 的。来，一二三四五，色号来着，打在下面。哦，还有这个我特别特别期待，这是他们里面配的一个 DIY 糖果的一个模具，然后里面有糖，你放进去就可以做成皮卡丘的样子。然后这上面有一页专门介绍怎么用。阿姨，你要吃这个呀？是。现在要吃了。是。然后这个我就打算带我儿子一起做，这超级好玩的。你要吃哪个？要不要吃这个？糖。要不要吃？吃。那你过来，坐在妈妈身上。激动，不得了！哎呀。来跟镜头，糖，这是我们要吃的糖，这是一个草莓的那种，但是不能一盒吃完的，我们只能吃一颗，好不好？是。是呀，你这么乖呀？你为啥不吃那些薯条那些东西？以前不都好喜欢吃吗？哦，有个盖子是不是？是。你看有个盖子，我们这样打开，嘣儿。一会儿剪，一会儿剪。来，你吃一颗，妈妈吃一颗。你吃一颗，给妈妈吃。好，就这个。当当当，我电话在响。然后这个是一个我特别想让我儿子吃的一个，就是蔬菜的一个薯条那种形状，因为他不吃蔬菜嘛。我也讲了，你说小孩子为什么都不喜欢吃蔬菜呢？因为我觉得蔬菜很好吃，但他们吃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没有。哦，好的，你看他把我的本子画成什么样。来，妈妈看看，你看，我还拿着荧光的笔给他画的，让他们。这个要吃这个呀？这个是一个，你要喝水呀？喝点茶吧。茶。喝吧。来。好像我有一种在拍 vlog 的感觉。哦，这就是日本的那种小零食，有点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门口买的那种小东西，有没有？上面写的是每一个，就是每个月的 box 里面都会含一个像这种样子的零食，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它上面好像有五六种选择，就是随机的。那怎么没有一个 box 是做我们以前这样小时候在学校门口买的那些吃的？可能是什么食品过不了关吧。那它是这种啊，这个我们小时候吃过，看小米粒和小的干脆面，这个以前我们中国也有。好吃，哇塞，真的是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我儿子拿去吃了，别撒了啊，你倒在爸爸的手上，让爸爸给你吃。给你们看我刚刚倒的快递。妈妈，刚刚倒了一个这个 MAC 的 Fix Plus 的这个雪花的套装，我已经把那个雪花拆掉了，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它里面是三个限量的，就是我已经用完了两个了嘛，这个我肯定会一直一直囤。你要吃这个呀？这是一个棉花糖，国外的棉花糖巨难吃。你没有吃过那个欧洲的棉花糖吗？我不知道美国哈，就是那种
硬硬的，根本就不是棉花糖啊，硬成那样。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棉花糖尝一口就给他吃。嗯，棉花糖就是要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这种，而且它只有一小盒。接着说，椰子味的，一个是玫瑰的，一个是那个薰衣草的。我就特别想要一个这种套装嘛，然后当时美国已经卖完了，然后幸亏这边上的比较晚，而且这个带回国什么去旅游什么的带着非常的方便，这是30毫升的。它这个是一个可口可乐的一个胶状糖，我打开看看吧，就是这个 QQ 糖啊，好可爱哦。天哪，舅舅要画一个舅舅啊。哎，我弟看见这个视频不知道多开心，虽然他不知道我录视频。舅舅那还得这样剪出来。 QQ 糖我还蛮喜欢吃 QQ 糖的。嗯，可乐味的，就是可口可乐味的。真的呀，你看呀，你为了笑呀。不是吧，但是一定是可口可乐吧。对啊，因为我不喜欢喝百事，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的味道差很多。有没有，我觉得有，这是里面最大的一个东西，它是酱油味的。哇，一片。你看看那个什么深夜食堂啊，然后不是有一个那种就一个白饭，然后和那种酱油吃。猫饭。哦，猫饭，猫饭不只是酱油吧？还有那个鱼。哦，还有这个有点像那个耶，我打开给你们看，很像虾片，吃起来跟虾片一模一样，但是它是酱油味的。很想喝酒呀，突然，我还吃个。No. 不行啊，仔仔不能打爸爸。打谁也不行。打谁也不行。哎，这个很 Q。其实我觉得日本的零食给我一种很健康的感觉，就是很干净的感觉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个是个冰箱贴吗？好可爱，这个。嗯，这有个糖，这个糖我就不试吃给你们看了，这个糖我就留给我儿子吃了，就是那种软糖，只有一颗。哎，这个是那种，这个我有点想吃，这个好像也是红薯，然后是那种条状的，有点硬硬的，很实当的那种。你看，就这种，就像固体的果冻，有没有？哦，哇塞，太神奇了，这个口感，入口即化，哇，很好吃哎，这个爸爸。你看见我介绍有没有想吃？你吃这么大一口，只有这么多，儿子都没得吃了。哦，这个我不用拆我都知道是什么，我一摸到我就知道是什么，酥的那种条条，哆啦 A 梦。哎，日本真的太会做这种东西了。我觉得对于就是我们买不到日本零食的这种人，买个这种 box 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每个月都有惊喜。你看看，只顾着自己吃，忘了给你们看了。用这种酥的条。我不然讲话，牙齿上肯定全是这个有咸的和那个 cheese 的那个味道。然后这是一个巨大的巧克力条，像这种甜食这开了以后怎么办呢？你看我现在拍视频给你吃的吃一半，哎，太夸张了。这个就是巧克力饼干，我儿子给我插的，上次我带他一起给我洗刷子。抱啊，你要来看看大家是不是，看看姐姐们好不好？姐姐洗，姐姐洗呀，你说。姐姐你好，你只想吃糖是不是？这个糖啊，这个糖一会儿妈妈带你做，这是皮卡丘自己做的那个糖。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没事儿，你知道晚上在家追剧的时候拿开一袋出来吃吃。拜拜，下次见。哎，啊，有事吗？妈妈走。帮妈妈把门关起来呀。谢谢，谢谢，小心，谢谢。小心，你们看我儿子的鞋可爱不可爱？哇，圣诞节要到了，你看。